哎，你好。大家好，声音怎么样？一会儿帮他反馈一下啊。哎呀，昨天咱们的直播呀，是两个话题，应该是，结果是第二个话题就没有谈，就是谈那个一下这个原来大直播的那个诗男艾瑞克啊，勇敢的站出来说了一下真话，结果就是又被打成特务了，是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好，谢谢。就是说，这个新联邦啊，以这个文贵这个带领的新联邦这些成员啊，就是说不面对问题，不面对这个事实情况，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一种太脆弱啊。好的，谢谢啊。昨天在晚上的时候呢。应该是夜里了，醒来看了一下手机，然后这个盘古农场的一个叫陆克的一个战友，我在这个纽约还见过，之前我们也是认识，怎么认识的呢？是有一个这个给席送葬群，然后组织送葬，我们在那里边认识的，然后呢美国小李呢说的好，咱们那个做棺材给席送葬，然后做棺材呢，那当然那个美国本土那种买的那种跟盒子旅行箱似的那种长长的那种棺材，那当然有的是，花钱不就买了吗？但是呢，应这个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呢，就是说做出来那种大黑棺材头那种。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棺材嘛，对这个给席送葬的还是比较有这个威慑力啊，蒙上一种就是说比较这个神秘恐怖的一种氛围嘛。就是当然美国没有那种棺材，我跟陆克呢就是哎这么的通过美国小李就是到了一起，然后买材料去做嘛，接触了一天，然后后来这个计划被郭文贵取消了好像是，但是呢。美国小李说的是我给破坏的啊，我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我说话也不算啊，这是胡说八道。这个谈到这个陆克呢写给郝海东的一封信啊，我觉得哈以后还会有，我认为啊。但是这个陆克这位战友呢，谁也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啊，是男是女啊，只能通过这个名字来分析呢，应该是个
啊，男士，当然他是个男士啊，我证实。这位这个小伙子，比较怎么说呢？我认为第一勇敢睿智，第二呢，我也非常的就是说的同情，非常同情。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在美国嘛，在洛杉矶生活，然后家庭成员上有老下有小，他的那个小孩子我也见过，哎，那教育的真是非常好，有大差不多有个五六岁吧，好像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个我没见过。就是说啊，看这孩子就知道这个家长是什么样的了，知道吧？生活习惯啊，就是对人啊，礼貌啊，就基本的一个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修养情况嘛，这是非常好。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说他有一只眼，因为出车祸呢，已经眼球摘除了，知道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每天还是坚持工作养家，非常不容易。然后呢，他投资了大概吧，大概有个是3万是4万的，就大概啊，我说的是大概啊，不要纠结这个。所以说啊，人家就是说，等钱用。可是呢，就这个在这个医药钱完了，只要你这医药钱，就基本上啊，跟我不一样，我是摁门铃去了，我被打成特务了。但是呢，他呢，这医药钱呢，好像是就说的挺在理，当时可能没给打成特务。但是呢，这个给郝海东大哥呢写了一封信，公开信，这一下可了不得了了。这一下的就等于捅了这个郭文贵的后门一样了。你看这郭文贵就是说的，嘴下无德，说人家仨啊，哎呀，什么前门后门的，那谁看见了？郭文贵，你看见了吗？太缺德，说这话，知道吧？但是呢，这个陆克兄弟呢，写了这封信呢，他确实是捅了郭文贵的这个新联邦的这个后门了，捅了后屁眼了。不但捅，我看都是烧红了的火筷子捅的后屁眼，都飞起来了。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说明这个，哎呀，文贵太脆弱了啊！能不能面对一下事实说话？能不能面对证据？或者是，派几个这个人儿，对吧？咱们接待一下这个陆克，打个电话还是怎么的？解决一下问题，问一下，不敢问，啊，直接打成特务，直接都是什么西的人儿。跟西一块儿起飞，这说哪来的事儿？这胡说八道，妈的太可笑了。昨天呢，看了艾瑞克也是站出来了，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实际上呢，郭文贵又在群里说了，对吧？哎呀，要钱啊，什么这个币啊，那个币，哎呀，让他先折腾着啊，回来齐哥再收拾他，又给人家定义了。又是什么伪类了，这个那个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个老郭就这样讲话，你不但不能维稳，不能救火，我觉得哈，这就是个蝴蝶效应，这就是个蝴蝶效应，是不是的？这蝴蝶效应具体大概也就是说，哎，能够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一个局势吧，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因为咱也没研究过具体蝴蝶效应这个词的一个真正的解释，我就大概的理解，学历有限啊，大家自己去查。总的来讲吧，我认为蝴蝶效应啊，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吧，啊，不知道说的是对不对吧？比方的啊，这是大势所趋啊。那艾瑞克在这个站出来之前，我们还是互相的联系了一下，开始打点字儿啊，后来就是语音，后来就是通电话吧，知道吧？这个人啊，
我在这个看他这个主持大直播的这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个人从文化啊、修养啊、底蕴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人。后来通过几次打电话交流呢，也是，哎呀，颇有感想，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也被这个通过站出来说实话，也被这个郭文贵啊以及这个新联邦的一些个成员呢，也是这个，哎呀，烂骂，知道吧？能不能这个以事实为原则啊，为基础，然后能不能对对话，交流一下？我认为这个就是新联邦最欠缺的，也是最不敢面对的，是吧？那你们到底是怕什么呢？对吧？第一，怕对仗，啊，弄几个三四个初中没毕业的啊，出来就对对仗就好了，一对就水落石出，一对就知道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啊。这郭文贵真是不敢对仗，就是干脆一棍子打死啊，就是说习的人吃中共狗粮的，然后谁吃中共狗粮，那么所谓说我们吃中共狗粮的，你们的家人你们的父母在国内的那拿的工资算什么呢？算是狗粮算什么呢？对吧？那么给共产党这个体制干了一辈子退休了，难道不该拿工资吗？对吧？那我们说那是狗粮行吗？对吧？我们这辛辛苦苦挣的钱，我从2014年2015年开卡车一直报税到现在啊，我能充分能证明我的挣的来的钱是开卡车挣来的啊，辛苦钱啊，虽然说挣的呢比这个一般人比较多，但是他也是辛苦钱，对吧？谁能证实我拿了这个所谓的中共的钱了？谁能证明啊？谁敢跟我对账来？我有两家银行，一个美国银行，一个富国银行，谁敢跟我对账来？啊，敢吗？尤其那个加拿大那个粪满勺，对吧？我在节目里提他的都有点抬举他了，知道吧？就是个破号嘛，就说话呢，就是说别一拍脑门子就是这个相信郭文贵了，啊，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当初说路德先生怎么样怎么样，说这后来都烦了你了，那然后你说一见面就知道不是好人怎么样怎么，怎么这个？这话都让你说了呢，啊，无所不能了。哎呀，咱也就是直播，也就是20分钟以内，就不能多说了。说了就是，越说也是，就跟昨天班夫大哥一样，越说也是上脑来气。就总的来讲吧，用一句话来这个概括一下。只有这个先挺锅后砸锅的，就从来没发生过一个先砸锅然后又加入后挺锅的，没有。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真是耐人寻味。这个说是耐人寻味有点说过了，就说明这个郭文贵就是人品极度不好嘛，对吧？新联邦这个组织呢，也就是人家一看这真等是一个扯淡的一个组织，危害这个海外华人，知道吧？对这个国内的一些个来挺有情怀的，也是一种我觉得就是说泄露人家那个个人信息啊，被这个抓捕啊，所以说他是危害巨大的，所以说就根本就没有说的先砸后挺的人，这种事儿是没有的。那现在一个个的都站出来了，我认为这场蝴蝶效应啊，这真是，哎呀，真是在这个新联邦里边就是烧起了一把大火啊，是不是的？
这个有一些个这个联邦内的成员呢，就是说对我们发的推啊、视频啊，就是说的一直在这个乱骂，一直在乱骂，不敢用这个事实、用证据来这个跟我们来对峙，是吧？就是说，只有招架，只有招架之力，只有乱骂呀。实际上，在我推断，不久会有很多这个骂过我们的人啊，骂过我们所谓的伪类的人啊，他都认为真的就是骂自己。像这种人以后都是想出来这个说真相，我估计都没有脸。当然，当然啊，咱们也是支持的，对不对？就像当初人家也劝过我，我也是对吧，也执迷不悟，对吧？但是我没骂人家，嗯，这一点还是说的也是类似。但是呢，谁也别嘲笑谁站出来的那个早和晚，对吧？谁也别嘲笑。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啊真实情况来这个面对这个新联邦，它是一个。危害一个大众群体的一个黑帮组织啊，什么时候站出来，什么时候清醒了，不是说的咱们都欢迎，就是说对你个人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千万不要给家庭啊、孩子啊、亲人啊、朋友啊带来一种间接的伤害，因为有些战友呢跟我也反馈过。哎呀，他说的，你也不工作啊，天天支持这个新联邦啊，什么这个那个，你这简直就是没法说了。家人想给点钱吧，想一个月给个5000-6000的吧，人家也不敢给，为啥呢？又怕他去投资，所以说你不是对家人的一种间接的伤害吗？想帮不敢帮，不帮。又看着挺心疼，是不是？这希望大家还是早日啊，我不爱用醒来这个词儿，早日啊能够这个识别善恶啊，辨真伪啊，能够清楚的看出这个新联邦他的一些个所作所为啊，用在第三者的这个一个角度吧。来观察一下，我认为这是，也是我的方式，因为原先有不少这个当时的朋友呢打电话，我就说一个人，那童主任就说：“哎呀，别投钱了，就是骗子啊，郭文贵就是个骗子。”但是呢，我也没骂这个童主任啊，前几天还打电话呢，毕竟这个。我对这个曾经劝过我的人呢，我现在是感谢的态度，啊，道歉也是没问题的。我在这个直播里也道过歉了，就不要总逼着我没事总道歉了，是吧？总道歉没啥意思，人家本人都接受了都不提了，说不定哪天我们还聚在一起还吃吃饭呢，是不是？这个请大家放心。为什么做直播呢？我也是用我的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呢，跟大家一个分享一下，不想这个唤醒这些个那个绵羊，知道吧？不想唤醒。你像那个唐平啊，威廉王啊，还天天那个洗币大作战呢，那怎么作战呢？还洗币大作战呢？那币都清零了还洗币大作战呢？所以说将来这是当他这个认知了认清了这个新联邦的本质的之后呢，或者是这个郭文贵进了监狱，新联邦呢土崩瓦解的时候呢，我想他出来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太那什么了，这个时间点已经就是放弃了，知道吧？这个对自己真是也是太不负责任了，这种懦弱，这种装睡啊，真的他自己都没法面对了，我不知道以后孩子把这段经历拿出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解释。
留给自己一些尊严吧，好吧。钱要回来多少，我觉得这个会通过这个法律手段呢，咱们解决多少是多少，但是这个尊严一定要争取回来，100%的要争取回来，好吧。行，那就谢谢大家啊，瞎聊了这么一会儿，不过咱们说的都是真心话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不说了，再见再见。